抢救生命，疫苗是一个最重要的结账关键，所以真的疫苗要快点进来，救波救命。张小燕也是有感而发，她也是为人民在生命的边缘当中的抢救心急如焚，大家加油。疫苗我一直强调最重要是要快，那数量要够，品质要好，所以我希望在这个高端疫苗还没有出来之前，我们就能够赶快有其他疫苗进来打。只要如果快够好，能够让民众的保护力能够提升，这是我最重要的。所以时间是在抢救生命的时间是不等人的，所以大家赶快疫苗赶快来。有没有刁难，人民心里的感受是最清楚的。